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从韩国来台后，广告代言接不完，而近日就有韩国网友统整了李多惠在台湾拍摄的广告，并在论坛上好奇询问：“台湾是没有明星吗？”引起热议。只见在饮料、运动品牌、冰棒、3C、手游、家电卖场、便利商店等，都能看见李多惠的身影。来台短短不到半年，就拿到8支广告代言，让南韩网友惊呼：“台湾没有明星啊？为什么这个国家如此热衷于啦啦队？”对此，台湾网友在看到文章后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表示她的脸不算美女，但蛮有特色的，有话题加上价钱合理，厂商当然会找她咯， CP 值说明了一切呢。